早上的6点钟，这边的商家其实起的都很早，大概5点钟就开始营业。因为在很早很早以前，这里其实是板桥的果菜批发市场。那因为果菜批发市场已经移到另外一个地点了，所以目前这里的话呢，批发没了，但是早市的部分还是有的。先去来买早餐好了。我啊，哎，一条，哎，车子来了。嗯。来，这个108。108块排骨要不要？我在想说要煮什么。然后可以煮90而已啦。好啊。然后给你90呢。好了好。等一下哈。很会做生意哦。一定要的嘛。嗯。没有，我在想说煮。198而已哦。现在来煮个菜头跟什么？我要煮那个骨丝排骨。如果煮到煮起来汤都可以。等一下哈。好。好的，感谢你哦，谢谢哈，1.8。可以要一点猪皮吗？不可以，我们是要用买的。我们都用买的。已经用不完了。对啊。好，谢谢。好。嗯，可以啊，可以，可以。多少？13块。哦，好了，好了。我喜欢这边卤煮。好，谢谢。西风苍苍草，粉红葱头，20可以多少？一斤是八十。60。辣椒，辣椒一点的话。有办法三只还是四只？
三块，对吧？好、啊，不要带走了，不要，放一起就好，谢谢。等我一下，外套卡住了。俺们老爸请喝咖啡哟。六块给你，谢谢。你们是几点开？大概是十点，五点。好好。别走了。你们有米酒吗？可是我们都没有塑胶罐头。哦，好，没关系。谁做的、啊？是他们第四人酒厂做的。哦。哦，那个就好了。你要一罐下来。对。啊，不用袋子，不用袋子。对。谢谢，拜拜。买完结束。